欢迎收听飞碟电台优福 Sports Show， 我是黄丹妮。欢迎中华职棒中信兄弟队，也是我们中华职棒球员工会的理事长周思齐周董来节目当中。因为中华职棒已经走到今年第30年了，但是那个制度跟规章其实一直都很不完善，对，所以某种程度我想建立一些制度面的健全，对，把它树立起来，对未来我不知道几年10年20年30年甚至100年后，中华职棒会不会因为我这次的心智状态的挑战而树立更多典范，在100年后一定要有人做嘛，那我觉得我蛮适合做的。你一定要有一个起点嘛，对，他才可以让后辈的一些学弟让他去借鉴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优福 Sports Show。